下一次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相遇？是超逸绝尘的偏心少年，是洒脱不羁的江湖侠客，是元气满满的邻家男孩，还是其他的一千种可能？不管现实或者梦境，我都想和你相遇。大家好，我是诚毅。我是诚毅。我是诚毅。第四生平，从未知晓朋友是何物，如今才明白什么叫做深情厚谊。深情不改，温柔坚定而有力量，其实就是四方时生时世的初心。弟子身为戒律堂首徒，必当秉公办事，绝不徇私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自己站得稳，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些什么？我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一心为了大圣，为了陛下，我问心无愧。剑本繁体，因人而立，君人则剑矣。我凭上所有，君主还心中则剑矣。我观战将所向披靡，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拔，命运的风如何刮，英雄如何变神话，荆棘给我的挣扎，我咬牙还给他，烽火狼烟我接下，一言不发。我入行已经第十年了，我的赤子之心不会忘掉。我常常就告诫自己，为什么没有人看到我呢？那么就证明我自己还不够优秀，那么我就不断地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起因祸福必趋之。雕下秦王虎步军，百户诛四郎，愿追随大将军为大明戍边。张喜莲他是神性与人性的共存，更是铁三角当中有血有肉的人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这也许只是一次离奇的经历，而对于我是一个巨大的心结。傅云深他是有点毒舌理想主义的大男孩。简单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违反纪律的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处罚，请不要剥夺我上阵杀敌的机会。我观战将所向披靡，就算我不知道时光的剑如何拔，命运的风如何刮，英雄如何变神话，荆棘给我的挣扎，我咬牙还给他，烽火狼烟我接下，一言不发。就算我不知道岁月的马如何下，梦里颜色如何浮夸，枝桠如何梦繁华，爱恨赐我的天涯，我请他做潇洒，血如墨书写牵挂，忘留下，血如墨书写牵挂。我会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们总会见面的。